被罗德岛而战的话，就没必要隐藏身份了吧？你对我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这就是那些老家伙口中的古老的萨卡斯招数吗？罗德岛已经是自救军最坚实的盟友了，只要你们需要帮助，大家都会跟我和洛洛一样义无反顾。